前两天，一位好奇网友路过某处水渠闸门，看到水面在做有规律的上下起伏，便凑近观察，发现三个闸门的水位竟然在交替升降。凭我多年看漫画总结的经验，这必定是三个小号合同正在跳舞。随后，网友来到闸门下游，发现有两处漩涡随着水面起伏而规律出现。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合同的爸妈正在翻跟头。但这位网友对我的解释嗤之以鼻。 看来要研究水面起伏的真正原因，我们必须坚定破除迷信，从水流中寻找科学答案。于是，河童默默掏出一本《流体力学概论》。原来，水面起伏的原因出在闸门下游。当水流速度很慢时，涵洞隔断的背流面会出现两个对称漩涡。随着水流速度增大，这两个漩涡也跟着增强，开始互相推挤。 很快就发展成交替生长并脱落扩散的涡街，于是这个隔断的涡街就带动旁边的水向前回流，交替阻碍两侧涵洞的水流，导致排水不畅，使上游水位交替起伏。同时，另一个隔断也在制造涡街。当中间涵洞排流受阻时，增大的水压就会抑制内侧的漩涡生长，使外侧首先扩大并分离。而随着中间涵道的漩涡远离，水流速度增大。 又使内侧漩涡迅速生长扩大，因此两个隔断的涡街被中间涵洞的水压波动所协调，变成了对称脱落，造成中间和两侧闸门的水位如视频中交替起伏。虽然漩涡的解释令河童爱好者们深感失望，但利用涡流还能做出更有趣的东西，比如这个脉冲喷火瓶子，声音就像小摩托，既有趣又解压，制作简单，人人都可模仿。要研究其原理。 我们可找个瓶子，倒入少许酒精，并在盖子上钻个洞。此时，酒精不断蒸发和瓶内空气混合。由于酒精蒸汽密度较大，沉在底部，使上方的混合气浓度递减。 于是瓶内酒精蒸汽就有一段处于浓度百分之三点三到百分之十九的爆炸极限里，一旦被明火点燃，火焰会快速下行，使废气来不及从小孔膨胀逃逸。近似的等容吸热过程使瓶内压力急剧升高。当火苗下行至靠近液面，高压废气才大量喷出，以射下部的蒸汽向上冲击瓶盖，形成涡流。此时火焰的燃料浓度很高，火苗子因缺氧而下行缓慢，奄奄一息。但废气具有惯性。 会过量喷射，引起瓶内负压，于是向内吸入空气和蒸汽涡流掺混，又变成混合气冲向底部，使火苗续上燃料，掉头向上燃烧。当火焰靠近小孔时，废气再次快速喷出，以射下部酒精蒸汽形成涡流，使瓶盖处混合气浓度过大，导致上行火焰速度变慢，奄奄一息。此时废气喷射完毕，又通过负压吸气，于是开始下一次循环。因此，脉冲喷火瓶不仅要靠废气的惯性。 完成空气回填，还要利用酒精蒸气的涡流，让上行火焰缺氧减速而无法跑出小孔，并掺混吸气流形成下冲的混合气，引导火焰掉头下行，这样燃烧面就开始上下往复运动，使瓶子脉冲喷火。但混合气在浓度过高和过低之间，火焰传播速度呈山峰状曲线，因此混合比不当，火焰移动就无法和进排气的燃烧过程协调而熄火。 同时，瓶子内的稳流强度和火焰速度成正比，压力过猛，稳流过强也会造成火焰速度失控而熄火，并且壁面附近的气体由于过冷和链反应中断而不能传播火焰。一旦混合气过浓或过稀，就会使壁面附近的熄火区增厚，导致燃烧面缩小而更易熄火。因此，脉冲喷火瓶子虽然看着简单，但要制作成功，却是对耐心、运气以及生辰八字的极大考验。